是河南18个省辖市之一，因济水发源地而得名。起源位于黄河北岸，北隔太行山与山西晋城相接，西临王屋山，南临洛阳，东接焦作。济源市是传说中愚公的故乡，上古时代是夏王朝的都城垣。隋开皇16年设县，1988年撤县建市，原属新乡地区，后划归焦作。1997年实行省直管体制，2003年被列为河南省中原城市群9个中心城市之一。2005年升格为省辖市，同年被列为河南省推进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之一。济源经济发达，拥有3家上市公司。手工艺品天坛列为我国4大名店之一。土特产有黄花菜、东宁茶等。